瑞从我就是大学进实验室就开始认识，然后一路到这样，大概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。这个求婚，这个他当初非常慎重的跟我说，就是要我帮他这个忙，他是非常用心在准备的，所以我也祝福这两位继续白头偕老，然后永远爱河。嗨，嘉彦，看到他跟文瑞一起的时候，其实觉得文瑞是个猪头，怎么会感觉好像要把他吃掉？然后，但看到他们一路到现在已经也八年了，其实也蛮久的。那现在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希望可以一直到幸福下去。就是看到你这么幸福，然后又可以参与你的求婚过程，真的很开心。对，那希望你就是未来都可以很幸福。对。All of me is yours, every part of me. 希望之后也可以像现在一直过得这么好，然后我相信文瑞会一直对你很好。恭喜你要结婚了，爱你哦。Even if we're falling down, even if we're falling down. Hello, 嘉彦。希望你继续加油，然后祝你永远幸福。苗瑞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加油！想到这一刻还是觉得蛮紧张的。今天早上起床到刚刚开车过来都手都还是在抖。好，我觉得我准备好了。知道你等很久了，我已经想好全部的答案了。张嘉彦，嫁给我吧。
有没有吓到你？来，送给你。谢谢、啊。其实我想讲的话大部分都在刚刚的影片里讲完了，然后现在我还有一些话想要亲口对你说。我知道你已经等很久了，8年前我遇见了你，感谢你一直以来带给我幸福，现在我将还给你一辈子的幸福。宝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哎、欸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I get to love you. I get to love you.8年来、对我的照顾，谢谢你的体谅跟包容，这样子，也谢谢你今天、策划这个求婚、我很开心。那这8年来，很感谢你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希望接下来我们如果步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，我们还是可以互相尊重对方，那体贴对方，喜爱对方。恭喜你今天求婚成功啦！然后我一定要说，就是其实我超感动，然后也超想哭的。祝你们可以永浴爱河，早点生一个健康的小宝宝。有一句话要跟文瑞讲，就是记得没人理要包给我。当初家燕的电话号码是我帮你要的，要幸福哦。